台股一片绿油油，继上礼拜不断创新高，台股本周稍微熄火，毕竟不可能每天都在过年。一开盘，台股以23,124点开出，随后开低走低，加权指数重挫超过400点，失守23,000点大关，中场收在22,813点，下跌1.89%。全网台积电同样绿油油，以958点开出，尾盘下杀30元，最后收在940元，跌幅3.09%。全网台积电还没触碰到千元，就领军全指股下跌，联发科、鸿海股价也都走皮熄火。受到辉达连两日走软，拖累 AI 族群类股表现，像是投资客也担心，难道是 AI 类股热潮已经过了吗？分析师也提醒 ，AI 在未来依旧是大趋势，不过投资还是要注意多头走势，分批布局才不会血本无归。八大新闻网，您来陈伟采访报道。